300多双，我是这样觉得的。我们呢，因为一个是我们的队员们肯定是那个最辛苦，所以每个人有两双，好是两双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想到我们的 Follow PD 啊，工作人员也比较辛苦，然后他们呢也能拿到那么一双，或者是你们觉得谁对你们好的，可以送给他们一双；对不好的人，你不给他。好，接下来，希望他你们可以。我的天啊！到时候把给换了吧。码子不重要，码子不重要，只要你们，哎，你们别打开了啊！开开嘛！不能打开看的啊！不要看，不要打开。没有打开，还没有看。哎，我们起来呀，快点！就是在那干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能打开看，快快去选吧。好，码可以换，不重要。选好了，朋友可以到这边来了。我。开箱。选个女生的。没事，码子可以换。所有的鞋码不重要，鞋码可以帮你们调过来的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的这个核心战队，这个我们的队员们现在可以打开你们的盒子，看你们喜不喜欢。看看，要最后开，我要看。要最后开，我最后开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失落，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哪双鞋是自己的哈，都知道啊。所以说要干嘛？所以说你会选择再选一双，是经常爱逛街的人。哇，好好看这张照，我太满意了。肚子，你真的不要这个吗？肚子？